来，特别要介绍这一次 M8 改变很大的这个电动防螨地板吸头。那它的结构啊，乍看跟低排很像，但是用起来好用太多。你看它的轮子哦，是放在后面，而且特别大颗，所以用起来会特别的省力。那前进后退、左右扭动都会特别的省力。而且如果你把吸头翻过来看，低排它是整颗都是绒布滚轮，那 M8 则是螺旋状的长毛绒布，那你一键就可以拆起来清洗。在内部有像是排骨梳一样的设计，那如果你碰到比较长的毛发，就可以有梳理的效果，让它可以顺着这样滚轮吸进去。好，接下来实验给你看，这边是我一家子平常掉的头发，那老婆跟我都是中长发，那平常都很会掉头发，那如果你用电动防尘地板吸头啊，就可以轻松的这样撸过去，然后真的是完全都不会纠缠。你翻过来看，完全没有缠在这个滚轮上面哦，非常厉害。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它前端有六颗 LED 灯，那你一启动就会发亮，地板上有任何的灰尘啊、毛发都无所遁形，全部都会照得一清二楚。你看这边其实看起来很干净，对吧？可是你如果 LED 灯一打开，就会发现其实很脏，所以你打扫起来就会更精准，不会扫起来还是有沙沙的感觉哦，是不是很强？这个是我觉得 M8 它这个地板吸头，它针对打扫方面，它做了一些强化。我觉得这一次的改变真的是蛮贴近我们这些打扫者的心声。